吃鸡惊现神秘活动 SE 身法套装免费领取，这到底是真是假？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大失败，大失败！看着开头的音效剪辑，本以为是王者登场，结果竟然没把持住秒变青铜操作，纯纯的碰瓷失败啊！看下一条。好家伙，别人千辛万苦卡个 bug 也就是四倍飞行，你这直接从 P 城飞到了 N 港，多少有点不尊重人了。评论区还有不少网友问，追猎有这样的队友你几点上线？我上不上线不关键啊，关键是他可能不好上线了。清晨醒来的第一把单牌，决赛圈最后一个是人机，他虽然是只人机，但坚强的活到了决赛圈，不仅长得可爱，而且情商特别高，那假装打不到我的样子，很明显想把鸡让给我，可我心里知道你也想吃鸡。鸡哥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可怜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人可怜你？鸡哥我走了，这把鸡给你吃，希望你能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倔强宝，你要相信这个世界还有阳光，再见。有一说一，鸡哥看你掏出手雷的一刻，纯纯是心都碎了。哥们好端端上个班，这快递眼看就送到手了，结果遇上这么个奇葩玩家，半个月工资直接扣掉。要是换成我，必须对着你的盒子电摇半小时。哇，等了这么久，官方终于有免费送 SE 套装的活动了。我直接打开页面窗口，果不其然啊，两个心愿栏随便挑 SE 套装，这不就是信手拈来。该说不说，你这图 P 的可以啊，我直接就是一手举报。想要留住雪花，但在手心里它只会融化得更快。然后捡起散落的片段，那些在我脑海错乱的片段，你出现的那刻时间在变慢，我承认我还是会因为。不愧是这个月的海岛最佳啊，就算没有武器也要勇敢地站在敌人的面前保护自己倒地的队友，困难面前即使是螳臂挡车也必当奋力一搏，太感人了。